可以读书，所以以前的老师是没有薪水的，要来向老师求学问就要奉茶，还有要线上速修，等一下大家就知道速修是什么。好，现在我们先给我们四位主任，哦，今天校长不在，他们最大，来速先奉茶，我们遵照 古代的仪式哦，尊师就是要先奉茶，好，要一饮而尽。接下来线上速修，速修就是骂瓜啦，知道吗？以前的人哦，不是送红包哦，是送速修。那速修就是晒干的肉条，可是我们学校没有那么多钱，所以就假装买一只长长的蛋糕来代表我们的速修哈。好，线上速修，好，然后呢，以前的人还要跪下来磕头拜师啦哈。不过我们今天呢，这个仪式就免了。好，谢谢各位同学。还有，最重要的，因为大家都有点害羞，不敢说出来，所以就把心里的话写在卡片上，要献给我们的主任，祝福他们教师节快乐。好，谢谢。好，各位主任请回座，来。